对呀、啊。媳妇儿，干嘛呢？玩啊，干嘛？又在看手机啊？装无聊啊？无聊啊。玩个游戏，玩不玩？玩。不玩？对。不敢玩是吧？啊？不给你机会。还不够就害怕了呀？对，我害怕了。不，媳妇儿，有钱的，有 money， 玩不玩？说。说啊。咱家的粉丝都知道我的地位在丈母娘心里比你高，别扯，你不信吗？肯定不信啊，肯定是我亲生的，肯定我比你高呀。那不信咱玩这游戏证明一下，在丈母娘心里到底咱俩谁是地位高，行不行？玩不玩？啊？证明一下吧。啊？行，我让你死得瞑目。说吧。哎，媳妇儿，你知道咱妈有外号吧？你敢不敢在她面前叫她一声外号？还不叫呢，叫了容易挨揍，你以为我傻呀？这就证明你，如果你叫了外号他不揍你，说明你地位绝对比我高啊，在他心里。那你去叫去呗，你去叫。媳妇儿，你去叫，我证明他要不揍你。哎，叫一声10块钱。你以为我没见过钱咋的？10块钱就想让我去挨揍？等着，50，行吗？不是也不玩。不玩啊？打一下，你知道有多疼吗？一声100了。100叫一声啊！拿来，都拿来。160了，还差不多吗？就叫一声，叫一声，叫一声就行。对。哎，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，还是亲生闺女比你这个有半拉女婿强。在心肯定是。先别说大话，看看你挨揍吧，挨揍就说明你的地位不如我高啊。我不会跑吗？你个傻子！我叫一声我就跑。嘿嘿嘿。我妈睡觉呢，就现在，快！看了吗？我妈睡觉呢，现在机会绝佳。哭哭，又出声。哎，妈醒了。嗯。睡醒了。睡醒了呀？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在搂你睡觉的，我吓一路开始吗？大王呀！我的妈！你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哎呦我的妈！不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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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看到吗？媳妇想跟我玩游戏，还太累了。终于我丈母娘替我出了口恶气。我就不开门。